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啊，首先这个高位置共鸣点一定要固定好，在这里固定好整个面罩的声音，固定好每个字都要固定好啊，不能出出进进一上一下。回到这里，这里高位置轻放轻移。注意气息，每个字都向下探，清风轻一笑，好像你的肚子会说话。怎样让肚子说话？一个字一个字探下来，探下来，挂好高位置，固定好，就在这里往前唱，往前唱。清风轻一笑，一步一回头，一步一回头，是不是？气息是向下，声音是固定在这里啊，面罩鼻腔共鸣点，一步一回头，探下去，一个字一个字，你的肚子会说话，一个字一个字可以探着来练，气息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在下腹部丹田啊，这样你能感觉到的啊。慈祥的大少爱，
去照看你幸福的孙儿，白发的大哥，让我